我喜欢杨紫，因为她和李现好甜啊。没有真的讨厌谁，我觉得杨紫挺真实的，就是她不会特别做作的那种，挺好的。我很少关注她娱乐圈，马蓉算吗？您娱乐圈她喜欢哪位女明星？杨幂。不过这个也是从她打手机那块儿看的不太清明，可能看上去她属于心计深一点的。啊，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，就是我从来不喜欢看电视剧电影。不喜欢男明星，王子异就挺帅的，而且他挺多彩的，比较有就涵养啊。暂时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压力都蛮大的，大家都不容易。那您比较喜欢哪位？我比较喜欢孙俪，因为我觉得她那个就是不做作，然后永远很自信，表达自己的时候比较真实。